大家好，我是阿阳，我二舅哥在和他这个外甥女掰手腕呢，看两个人，哎呀哎呀，等一下他们还跳舞呢，哎呀怎么了，坐在这里和他掰手腕呢，看谁能赢啊。我估计办不过我二舅嫂子，因为从体格上面也能看出来他太瘦，我和二舅嫂子现在没有办法用全部的力气，因为他现在怀孕了，怀孕几个月了，比我老婆怀孕的还早，哎，高兴了，两个人掰个手腕，我二舅哥在这看着也在这笑，不搬了，两个人又开始了，刚才没有分出胜负来，看现在他往这里一站，在这里跳舞呢，和当裁判一样，他的手看，哎呀又扭又跳的，这个不知道他们两个这一次谁能赢，哎他发力就是搬不过去，因为从体格上面他肯定是搬不过我二舅嫂子，马上就有结果了，两个人掰手腕啊，现在不服啊，他又找我丈母娘搬呢，不知道我丈母娘能不能搬得到他，我丈母娘体格上面然后就是占优势，年龄上面不占优势，我丈母娘啊今年六十几忘记了，哎又找我大舅嫂子还是找谁啊，找我老婆呢啊，非要和他们几个搬过来一遍，我估计等一下还会找我大舅嫂子扳手腕，因为这丫头也挺有力气的，因为你看她的手特别大，手大的人有力气，胳膊也比较粗，看扳不过她。他们两个开始跳舞了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在这里呢，哎又来一个，这个他跳不跳，他好像不跳啊，开始了，我女儿又加入进来了，换音乐了，ढोला रे कलिया दिल हुन नहीं लगदा।
好了，不跳了，没有音乐了。他们几个都化妆了，我女儿没有化妆，我女儿脸上被她表姐亲的，还现在还有口红呢，因为她脸上你看这边被她大表姐亲的，她这个她姨家的大表姐，他们几个脸上都化妆了，所以我女儿和他们比没有他们白。她拉着我丈母娘跳舞呢，我丈母娘不跳。我丈母娘说她没有喝酒不跳，如果她喝了她就肯定会跳，她喝了之后最喜欢跳舞了，现在和我大舅嫂子跳了，刚才拉着我大舅嫂子跳舞，我大舅嫂子不跳，哎，音乐断了，让他们两个跳吧，反正我二舅嫂子我老婆他们两个不能跳，我丈母娘她是不跳，现在要知道给他整二两酒让他喝，喝了之后他跳的比谁都欢快，他把我大舅嫂子换下来了，看这两个在这跳呢，这两个人都是喜欢跳舞的人，中间还加一个伴舞的，我大舅嫂子在这录呢，哎，没了，音乐停了。我大舅嫂子准备开始了。哎，他这个小丫头总是想让他抱着。哎，他跳不了。今天非常热闹，我们家。哎，把手机给他放到那上面去了，不让他拍，让他陪他跳舞呢。哦，完了完了，掉下去了手机。哎。
我大舅嫂子跳不了，他这个小女儿总是让他抱着。哎呀，在这吃饭呢，刚开始说做米饭呢，他一想还是米饭太麻烦啊，做的最后说买饼吃，刚才出去买饼了，他们在这吃呢，每人一份菜，他们那边吃饭很简单，这样就吃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阿阳。